欢迎关注网易时尚跨界样式力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泽涛。很高兴能被邀请来参加萝卜报告最佳制作盛典。然后跨界也是第一次吧，首次。然后希望自己能多多学习，自己觉得非常有趣。您就是说有平时有关注时尚的内容吗？很少，然后以后会多多关注时尚圈吗？